刘宪华军训有多搞笑，休息时间大华给大家表演军情热舞，正巧被教官撞见。自信满满的准备横木过水时，可下一秒画风就变了。在攀岩训练时，大华秀出了他性感的翘臀。啊，不过，差这个。啊，不过，差这个。有请，立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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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教官让大华挑选自己喜欢的石头时。남의된거고른다두관이골라서내려놓습니다야이거됩니다在跟队友对抗时示范手刀攻击，更是把教官都逗笑了。공연이너무어이가없습니다